啊，991还是有识货的啊。谢谢朋友们啊，所以给咱们直播通知点一点，谢谢各位啊。我们也是一个流浪歌手啊，非常的惨，在街上直播，多么的惨，连工作室都租不起啊。所以说这个希望大家多支持吧，好不好啊？现在城管还没来抓我们，城管要抓我们的话，我们估计连唱都唱不了了。所以珍惜网络一线牵啊，谢谢您。您的粉丝力送给您的水，祝你们天天开心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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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呀，这么多，还有词儿呢，还有词儿，还有这个送上一段词儿吧。啊，有点像那个像结婚那个感觉啊，上大件儿，啊，你的丈母娘怎么怎么之类的啊，行吧，感谢吧，那还有这个，大概不到两首歌的时间，再唱个什么呢？也爸回去唱吧，啊，我感冒了，我再唱个什么呢？唱个我实在想不到啊，在人间什么的都不唱够了都啊，人之走马，唱这个吧，昨天那个没唱完的一首歌叫流浪，唱两句就走了，今天给他唱完的啊，来。这样告别剩下的家，我实在不愿轻易而把头低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不会害怕，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，我实在不愿轻易而把头低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能学会虚假，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，唱出歌声里的不用吗，谢谢江海之大哥，谢谢江海之大哥给力好心情啊，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，我实在不愿轻易而把头低下，我以为我并不差，能学会虚假，
谎话，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，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你谎话，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，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Comosti Toi， 谢谢啊，感谢我，感谢我阿娇，还有刚才那个我们江海之大哥，还有好多朋友的支持啊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应该一首歌的时间也不够了，在这里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991，24小时好歌不间断，你没事就来991听歌，好不好？有很多优秀的歌手，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允儿啊，也非常的这个棒，所以给咱们直播同时点一点啊，给这个主播关注都点一点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，连唱了半个小时是吧？都不容易，嗯，关注点一点啊，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，咱们明天再见，拜拜，嗯。